早安，哎，西文，你看那么西文，我看这只小的，小的西不西文呢、啊？小的吃东西，我怕它咬我的手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你看，只有大黄吃东西很吸闻的了。嗯，这只旺财就不一样了。给一下旺财，你看这个旺财，你看，嗯。吃东西它会接着的不？你看，对吧？你看，好厉害啊！旺财啊，吃东西根本不用我用手机。嗯，要是接不住我就换另外一只狗啊。嗯，要是接不住的话我就。啊？服我了吗？我的水鱼死了，我的水鱼养着它的又不吃东西的，哟！你看，要是旺财接不住的话呢，我就换另外一只狗了。哎呦，我接不住了，要不然大黄，你看，大黄都没得吃了。你看没有多少了、啊，大黄，大黄他不会接的。你看，对吧？不一样嘞，这旺财很厉害哦。你看，大黄来，哎，我的牙灵。这只也不会啊，趴下啊，趴好来，不准起来啊，嗯，起来，来来，那鸡才觉得轻，呀，哦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一只在这边。这只小白呀，长得很快的哦，估计它比那个大黄还要大。这只也不会接，嗯，这只也不会接食物吃的。吐它的，嗯，不耐烦吗？嗯，你这咬不到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啊，对吧？哦，我先看我的水鱼，然后我的甲鱼。我老妈说我的甲鱼死掉了，不动了，死了，哎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我去，死掉了，它不吃东西，估计是饿死的，嗯，这水鱼。大家伙浪费几百块，就我养，拿去扔了。野生的养不了的，我喂很多的那个猪肝，它都不吃。来，再来，你看，一、三，哎呀！哎呦，大黄。
流口水去，大王流口水去。吃东西就你吃东西那么细纹，嗯，你看像旺财这样的呢，嗯，一块又一口，嗯，厉害吧？你看，这大王真是吃东西够细纹了呢，还要闻一下才吃哦。嗯，去看。嗯，那边那个，嘿，流口水了，不喂它，一等一会不喂它的这个流口水了。嗯，也不会叫一下，嗯，大黄没得吃又不叫，哦。那边一说不叫这样，他就叫。好，老婆哟，吃得很快的哦，你看，他又吞下去了，哎呦，嗯，你们家有这个狗会这样子吗？嗯，扔到别处去。嗯，我不要扔对准它，我扔到别处去。扔到别处去，它也能接得着啊。哎，哎，这片太小了吗？你看，接得很准，估计这个旺财啊，平常他是抓苍蝇，抓苍蝇练出来的。哎，那苍蝇一飞过来，他就哐哐。嗯，我扔到别处去，他也能接的哦。你看，嗯，大黄也吃一点碎的啊。嗯，后面那个，来。这块给后面那个了，嗯，后面那个有点肥哦，不要挑食就行了。嗯，不错，啊啊，谢谢。哈，太爽了吧！小小的，你看那么小，它也能接啊，你看。嗯，所以说那个小小的苍蝇一飞到它旁边，它就口口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接的那么好。旺财现在她怀孕了，多吃一点，让那个小狗快快快快成长。嗯，旺财不能吃太多了，吃太多了太油腻了。这里还有一袋呢，骨头，哎呀。但是这骨头我就没有时间弄了啊。这个骨头的话，你看这个骨头它的肉哈，这骨头它的那个肉啊，很多的，很多肉啊。大黄它不敢来咬的，就是我放着它才吃。嗯，它不像这个旺财呢，它会啃的哦。嗯。旺财他会啃着吃，对吧？
这旺财比较厉害。哎呀，我就直接这样秧了。这个先秧给那个两千系，我一拿过来它就趴下来了啊，趴下，趴，哦，好狗，嗯，好狗，来，再奖你一块，趴，嗯，趴下，趴低一点，嗯，真棒。我拿一块去给它咬吧。趴下，哦，趴好，嗯，趴下啊，别动啊，嗯，趴下就有，哎，趴，趴下，嗯，嗯，哦，这个大黄，来，自己吃，每次拿回来我都帮它敲出来吃，哎呦，哪有这样的？敲了几年了啊，都几年时间了，每次拿回来都是我自己敲给他，这次要让你们自己弄了啊，让你们自己挖那个肉来吃了，总是让我敲是不行的哦，你们都长大了，别把我的心疼当作天经地义啊。嗯，别把我的好心当作天经地义，就这样了。要是还不行的话，等一会我让我老妈来弄。我现在还有工作啊，最近工作忙啊，多啊。